好，那欢迎回来我们的比赛现场哦。那现在在场上准备进行的是国中男生个人的双打部分，是由台南市的仁德国中庄敏杰以及陈炫甫对上高雄市一民国中的张廷凯以及马成伟。那我们先来看看他们比赛状况。在羽球中的挑球，大概双打的挑球呢，大概是一个手背的一个动作哈，开始准备。所以呢，每一个挑球的过程呢，并不是一定要压迫到对方，所以每一个挑球失误的状况应该是要减到最低。6-6。7-7。双方不分上下。现在是高雄市一民国中发球。8-7。球进入后就会属于那个暂停状态。8-8。一民国中一直保持着一分的领先。9-9。8-8。好，比赛11-10，由庄敏杰、陈炫甫领先，进入中场休息教练指导时间。
看起来仁德国中的一个前排的结局呢是比较积极的。十分的差距，英明国中要稍微有点攻势，才能把那个劣势取得。比赛，现在11-14。手背的动作呢，都还没准备好球，就被对方所压迫，所以呢，每一个挑球的动作要尽量的保持确认的位置、高度位置。好，幸运弹网而过。现在比数再添一分，16-12领先。球，小球打得太高，造成对方的一个有机可乘啊。8-12，这几个仁德国中的前排的压迫，让英明国中频频的产生失误。9-12。12-19，七分的差距。13-19，6分。哇，这个打在两个人的空档。20-13，来到局末点。14-20。15-20。仁德国中在抢攻位置出现失误。英明国中也在抢攻，
16-20，落后多分后，现在很积极的抢和分数。17-20。21-17，由台南市的仁德国中庄敏杰、陈宣福拿下第一局。好，那第二局准备进行。仁德国中看他们的平球好像是比较占有优势，他们常常可以利用平球压迫到让英明国中的选手把球挑高。好球，3-1。9-1。哇，这个左手的对角杀球，我们从早上看到现在，这样左手直拍的对角杀球都具有相当大的那个得分要因素哈。失误率渐渐的降低了，然后分数也一直慢慢的跟上来了。吊高的发球落在一赛区成功的得分。
4-7。一名国中在第二局的上半局表现很积极。好，领先到5颗了，现在有大量的取分的趋势啊。11-4。那进入中场休息教练指导时间。12-4。仁德国中在第二局这一局失分失得非常快，好，比数来到15-5，10分的差距，张廷凯麻成为领先。动作做得很好，17-5。6-17。看起来这个左手的是张廷凯，他的那个攻击力是比较旺盛的。9-18。
球幸运的跳网。放手拍，放手球不过失误哦。所以失误的状况如果一发生，好像就接二连三的过的失误哈。19-12，这两球就进入第三局的赛事了，尽量把失误减少。好，这一局来到局末点，20-12。第二局结束，21-13，由高雄市的一名国中拿下第二局。第二局，一名国中发球，好球，界内哦。开始多拍的一个来回的攻击防守，一名国中取得第一分的领先。看起来仁德国中好像又跟第一局的状况一样，前排又开始发挥他的拦截，有效的拦截作用。有一个好球接内，2-2。双方暂停比手，2-2。界外，一名国中再取回了暂时的领先，3-2。可惜，3-3。3-3。仁德国中得分4-3。我突然间的把拍子缩开回来，反而造成失误，4-4。
漂亮，一个交叉，一个交叉攻击哈，产生的效果。速度开始越打越快了，看谁的稳定性比较够、比较高，就会可能会取得这一场的优势。好球，好球！好，仁德国中在第三局表现比较不稳定。看起来一名国中抓到他们的节奏了。手背也都空隙打得很好，位置打得很准。Outside。哇，连续的失分，让高雄市移民国中连续得分8-4。这个球出完了，5-8。漂亮，一个拦截，反拍的拦截，非常漂亮的拦截啊！6-8。8球出界吧，9-6。好球，抢拍的攻击，10-6，杨一鸣国中领先。运气在这边，跳网，11-6。那进入中场休息教练指导时间。一名国中发球，企图想要拦截半场球失误，7-11。一个手腕的转拍动作造成失误，12-6。8-12。好球！左手持拍的拦截好像会感觉比较近一点，在左手的方向这个位置。14-8。又再一个失误，15-8。仁德国中在第三局表现
真的比第一局还要不稳定很多、哦。失误连连啊！哇，球！现在一名国中一直抢着做一些的攻击动作，每个动作都很扎实的奏效。仁德给他一个反击，仁德国中给他一个反击，快速的平推球，9-16。看起来仁德国中的杀球动作好像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有效的一个制胜的因素哈，都靠他的前排做一些平推的动作来让对方产生失误。offside， 长久 offside， 17-10，差距越来越大了。好，出界。出界。11-17。出界了。18-11，剩下三分，一名国中就取得了这一场的胜利。这颗往前球抓得很好。12-18，就看这个接发球，好球。真的，对仁德国中他们的攻击杀球的攻击威力真的比较没有办法压迫到一名国中。倒是他的平球频频奏效哈、哦。好出界。好可怕，可以打奥赛，杀球打奥赛，在国中的学生里面要杀球打奥赛不太容易。比赛结束。好，21-14，这场比赛是由一名国中的拿下胜利哦。
好，那现在在场上准备进行的是高中女生单打的部分哦。那是由台中市后洞高中的蔡宏宇对上台南市新丰高中的吴秀婷。在这个高中女子的比赛里面，大部分的选手呢，她如果能够自己打出一个稳定的程度，让球不要频频的失误，其实她在多拍的来回上面，她是有机会获得晋级的。你在去年全中运高中组个人赛单打部分获得第二名，看他的战绩也是非常丰富。出界5-4。好球，一个假动作的推短球，6-5。放网失误。单打女孩子，高中女孩子的战术里面，其实有几项可以试着运用的，是用交叉的方式，左边右边交叉，或是前后。那当然呢，在让她跑动的过程里面，就是以交叉的距离最远嘛，对。好球，一个杀球，得分。那在跑动的过程中，如果有遇到一个机会球，就是球高球，而且球速呢是不是很快的高球的状况，他可以用一些杀球或是切球的方式来让他的球速或方向改变，取得一个或得分的一个效果。好，8-8，吴秀婷将分数追平。曲前的动作太早了，被对方看见了。吴秀婷也瞬间做了变拍动作。对，球推到后方很轻松的，推到后方得分。
又一个往前变拍推后场，所以他可能在左手左前方的一个小球的一个动作呢，可能会欺敌的隐秘，那个球拍的隐秘性可能让对方比较难抓得准。好，11-8，吴秀婷领先，进入中场休息交易时间。3-8、一个切对角挂网的动作，9-13。10-13。高压球的动作成功，得到一分。接外，11-15。看得出来，女生跟男生在进行单打部分比赛的时候，都是以拉吊为重，很少进行攻击。所以我刚才讲，你的拉吊过程里面，你只要不产生失误，然后多几拍，让对方感觉到有压力，那产生失误少的人呢，就会获得这一次的胜利。吴秀婷这一集非常轻松哦。就打到快到裁判席上去了。19-13。界外，20-13，来到局末点。
发球出界。好球，这个球来回次数多了点，然后呢也成功的抓到对方的一个击球，预测到了，所以上网就出局。好，好球。那第一局21-15由吴秀婷拿下第一局。好球，2-0。新丰高中2-0领先。出界了。3-1。好球，长球准确度够，4-1。球勾对角，好球。我连续几个突袭都算成功，分数拉近，比数是4-4。5-4。好球。
制。好，好球。双方9-5都有很多非压迫性的失误哦，分数掉得非常快。6-9。上半局11-6，吴秋婷领先。进入中场休息教练指导时间。好，现在是12-6。好球。后庄高中的蔡宏宇可能现在要积极的抢攻一下了，已经在第二局的后半段了，再不强攻的话机会大概就没了。13-7。15-7。16-7。那吴秋婷现在已经有19分的领先了。又一颗对角线的切球，7-7，领先差距达到10分了。蔡宏宇招架不住吴秀婷攻势。18-8，剩下3分。9-18。
9-9。哇，手法不错，做一个 close 对角的小球得分。哦，那比赛来到赛末点，20-9。好，那这一场比赛是由吴秀婷直落二拿下胜利。好，老师，那我想请问一下，你对以上两位选手吴秀婷以及蔡宏宇的看法，你觉得如何？新丰高中的吴秀婷呢，她是去年的亚军，她的打法呢，应该是在我们这一次的比赛，应该是算是比较好的一个有手法的一个选手。但是今天看起来，她打的时候前一局的打法呢，有点让自己呢，可能是就是轻视，就是让对手呢觉得是不是太轻忽对方了，让自己呢频频失误。我想呢，他后第二局打起来就感觉到他的实力慢慢的展现，所以最后以10分以上的差距呢获得这一比赛。所以呢，还是希望选手在表现过程不要在乎对手的好坏，而必须要注意的是自己的表现的优劣点才是重要的比赛关键。好，那下一场还有国中女生双打的个人赛部分哦。那请继续收看有台体育传为您转播的《因而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的羽球项目。